一个叫范闲的年轻人重生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开始了一段离奇的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庆余年》，作者猫腻，播讲严道之，后期混音时光。第354集，酒楼中北齐众人听得范闲的轻佻言语，尤其是什么姑爷姑爷的，都不由心生怒气，心想南庆的人果然无耻，便如范闲这等人才也不能脱俗，行事没有下贱之风，哪有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妄谈男女之事的呀。郎桃却是了解范闲的人，苦笑一声说道，你明知此事不可能，何必如此执着呀。范闲揉了揉鼻子，似乎那里面嗅着什么不大好闻的气息，冷笑说道，大师兄啊，我可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郎桃是海棠的大师兄，范闲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言语间还比较尊敬，只是这话落到了魏婴宁耳中，不免有些刺激，自己还真是对方的侄女了。郎桃想了想，笑了笑，拍了拍手，让自己的弟子们都退出酒楼去。范闲也笑了笑，一掀前襟，自然而然地坐在了对方的正对面，早有监察院的下属奉上茶来，二人对桌而坐，相对无语。片刻之后，郎桃温和说道，你便是一直避而不见，我总是要下苏州的。范闲点点头，微笑说道，苏州景致不错，我和朵朵经常逛街，都很喜欢。郎桃目光微凝，转而言道，有许多事情并不是你想怎样便能怎样。范闲避而不答，直接说道，话说我这辈子呀，还没什么事情是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也啊。郎桃的眉毛皱了起来，不知应该拿面前这位无赖如何办。他是能猜到海棠的些许心思的，所以愈发觉得太后颁下的这任务有些棘手。范闲看了他一眼，轻笑说道，北齐太后让你去苏州，你便去好了，至于能不能接走人，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郎桃听着这话想了一会儿，却反而笑了起来，笑容里边带着一丝高深莫测的意味。你如此自信，是不是断定了朵朵不会随我返国呀？范闲沉默着，没有说什么。在这件事情中，海棠的意志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谁也不能改变什么，不论是北齐一国还是自己，都只是妄图影响到他的选择。郎桃温声说道，或许你想错了一点，我来吴州见你并不是需要你帮助我去劝他，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准备接他回去，这是一个礼仪的问题，并不是征求你的同意。范闲的牙微微咬着，冷声说道，他的问题岂不就是我的问题？只怕他并不是如此想的。郎桃微笑望着他，我是看着他自幼长大的大师兄，虽说你现在与他交好，但他真正想些什么，只怕我还是要清楚少许。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想想，
他会一直留在苏州吗？范闲再次默然，他知道郎涛说的话是对的。朵朵貌如村姑，行事温和，但骨子里却因为自己强大的能力而培养出一种强大的自信，还有骄傲。让这样一位女子在苏州苦等自己，确实有些困难。最关键的是，范闲自问到目前为止并不能向对方承诺什么。这是爱情故事，这是种马的故事，其实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有些黯然，有些无奈。他是北齐的人。郎涛盯着范闲的眼睛轻声说道，这不是谁强加给他的概念，而是他自幼形成的认识。当他自己的走向与朝廷万民的利益冲突时，他会怎样选啊？你应该能猜到。范闲忽然开口皱眉，你们又何曾尊重过他的意见？不对。郎涛很直接地反驳道，这是你一直在影响他的意见。范闲有些怒了，一拍桌子说道，哼，你们这些人也忒不讲理了。郎涛望着他一言不发，许久之后才打破沉默，冷笑说道，你能给我师妹什么？我不理太后是如何想的，师尊是如何想的，若你能娶她，我便站在你们这一面。这句话说的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令人不敢质疑。范闲应道，我辛苦万般做出这等局面，为的自然是日后娶她。郎涛似笑非笑地说道，你怎么娶？把你现在的妻子休了？这是在梧州，林若甫的老家。范闲是梧州的姑爷婉儿的家乡，不论是林婉儿是海棠，都不可能为人妾的角色呀。在这个问题上，范闲自己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在很久以前，他曾经耻笑过长公主，认为对方的目光有局限，因为对方有屁股局限性。如今他才黯然地发现自己也有局限性啊，自己不如叶青梅，不如那个老妈，自己一屁股就坐在了这个世上，却暂时没有法子冲破世间的阻力。看着范闲的神情，郎涛淡淡笑了起来，来梧州本是本着礼数呢，通知你一声，毕竟南庆之中就属你与咱们的关系最为亲密，这些事情总不好瞒着你做。不瞒你说，我们如果到了苏州，朵朵一定会随我们走的。范闲沉默着，想着朵朵的心性和性情，知道郎涛说的话不错，朵朵这个人呢太聪明，所以太傻，太慈悲，所以对自己太残忍。你们去苏州吧。范闲不知道是不是想明白了什么事情，微笑说道。此时反而轮到了郎涛愣了起来。范闲温和地说道，我想通了，在这件事情上太过自私总是不好的，让他承担一国之压力也是不好的，回便回吧，便像是回娘家一般。郎涛从他的话语里边嗅到了一丝不确定。范闲继续笑着说道，回北齐又如何，你是知道你师妹的，她怎么可能嫁给魏华呀？你们家的太后想得太简单了。郎涛闷哼一声，范闲微闭双眼，唇角泛起一丝嘲讽的笑容。就算你们请了苦和国师出马，
海棠被逼嫁人，可是，可是什么？可是，这天底下，还有谁敢娶她？范闲盯着狼桃的双眼，说出了他重生以来最嚣张的一句话。他讥讽着，冷嘲着，缓缓说道：天下皆知，她是我的女人，谁敢得罪我去娶她？魏华，他有那个胆子吗？酒楼间一片死一般的沉寂，楼外微风徐来，吹拂着二人身上的汗意。狼桃沉默少许，品出了范闲这话里的玉石俱焚之意，忍不住笑了起来。真是看不明白你这个人，为什么非要把这件事情弄得如此恐怖啊？范闲摇头说道：有很多事情，在你们看来很小，在我看来却是很大。狼桃再次沉默，许久之后苦笑说道：真是玩笑话了。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余年》。休息一下，欢迎您继续收听。确实是玩笑话。二人谈的本就不是什么旁的事情，只是牵扯到了那个女子的事情。狼桃望着范闲那双宁静的双眸，轻笑说道：在这梧州城中议论着这等事情，难道你就不怕林相爷心里不舒服，郡主娘娘不快活吗？这便是范闲的致命伤。狼桃先前之所以敢用言语去堵他，平视的便是这点。他料定了范闲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某些事情，范闲为证，不去理他，只一昧冷笑说道：今日见已经见了，你们还不去苏州做什么？难道还要我陪着你们去？狼桃不理会这句话，忽而有些走神，温和说道：有句话是要问的。去年在西山石壁之前，那个黑衣人是不是你？这话来得太陡太突然，以至于范闲也有些反应不过来。但他自幼所受的培训实在扎实，面线愕然应道：什么黑衣人？关于西山，关于萧恩，关于神庙的事情，范闲早已经向海棠坦白了，也从海棠的嘴中知道苦和国师早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事情是打死也不能承认的，能顶一时便是一时吧。范闲相信海棠，他一定不会在这种关键问题上出卖自己。果不其然，狼涛不再追问，只是轻声说道：既然如此，那便不再说了，我去苏州，你在梧州，只盼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一定会有问题。范闲平静着，轻声说道：会有问题的。如果你们敢不顾他的意思，不论是谁，哪怕是你的师父出面，如果你们强逼着他嫁人，相信我，真的，请相信我。很温柔的话语，狼桃的心里却有些寒冷，以致九品上境界的他自然早已瞧出范闲虽然在这半年里进境异常，却依然不及自己老辣，但听着这温温柔柔的话，却依然止不住心寒起来。相信你什么？范闲微笑说道：如果你们敢逼着我的二老婆嫁人，我一定会想办法灭了你们北齐。
狼涛沉默着。不论范闲的威胁能不能落到实处，但以对方与北齐的关系，如果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强悍地投入到南庆的铁血派中，依然是没有人能承受的损失啊。相信我。于是狼涛也温和说道，我是不会让师妹嫁给他不想嫁的人的。范闲想了想，笑了笑，伸出手去与狼涛宽厚有力的手掌握了握，这是男人的承诺。狼涛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笑意，也许不仅仅是男人的。范闲微怔，不再理会，只是说道，回答你先前那个问题，关于朵朵的事情，我只是遵从岳父的意见，不管我能不能娶她，至少不能让别人娶她。范闲的岳父自然就是林若甫，林婉儿的亲爹，没想到这位老人居然会给范闲立下这样一个规矩，这恐怕是谁都想不到的。狼涛愣了起来，本以为选择吴州这个地方进行谈判，范闲再如何的无耻下流，总要顾及一下林家的脸面，哪里想到那位南庆的前任相爷居然会和自己的女婿一样无耻，而且脸皮竟是厚到了这种程度。这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这是道德问题。狼涛站起身来，在心里对自己说着，不惜地再说范闲，拱拱手便告辞而去。酒楼上恢复平静，范闲吁了一口气，抹了抹额上的汗，复又坐在了桌上。他并不感到如何紧张，至于北齐那边来的人们并不会让他感到棘手，反正他是了解海棠的，那女子的脾气便是自己也摸不清楚，即便暂离苏州，也总是有再见的一日，所谓江湖虽远，总有口水互金的时节。真正让范闲紧张不安的，其实还是狼涛先前暗骂的那些内容。这里毕竟是吴州，是林相爷的故乡，这个州城里与来自远方的客人们议论着自己与另一个女子的问题，这会让婉儿如何想啊？林相爷的面子往哪儿搁呀？自己怎么向家里人交代呢？所以他一直避而不见狼涛，还有啊，部分原因呢，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今天之所以来，也是因为林若甫很开诚布公地与他进行了一番交谈，便是这一般，他才有足够厚的脸皮与无耻来与狼涛议论这些事情。北齐诸人带着那把被拧成麻花的破剑上了马车往南边去了，至于苏州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范闲已经不想再去管，也没有能力去管，只等着邓子越他们传些消息回来就好。他站在酒楼的栏沿边，看着那行人的身影，盯着那个油子气鼓鼓的魏家小姐，唇角不由泛起一丝苦笑。自己说服不了海棠，狼涛自然也不行，只是不清楚苦和会不会出面。朵朵只是一个愿意自己掌控自己人生的轻轨人物，这是很特别的一点。旋即想回吴州城里的事情，范闲的心里边不禁生出一丝歉疚来，自然是对婉儿的。思来想去，总是没个好着手的法子，他渐渐感觉到了张无忌当年的痛并快乐。只是他清楚自己并不像张教主那般虚伪，却比张教主要更加无耻些。他摇摇头，掀开前襟，让酒楼外的风入衣，替自己清凉一下心境，便随着那些远道客人的脚步下楼而去。
虽说来梧州并没有大张旗鼓，但在林家的大宅里边住了这么些天，消息早就已经传到了外边。梧州的知州早就已经备了份厚礼去拜望过了，而市井里的百姓呢，也猜到了那位姑爷正在梧州度假。但当范闲的马车行于街上时，没有任何人前来打扰，也没有任何一位市民会喊破此事。梧州里的民众们只是见着马车微微勾身，无声的行礼。这种带着一丝距离感，却又发自内心的尊敬，让范闲十分高兴，也由此事清晰地看出自己的老丈人在梧州城里究竟拥有怎样的地位和声望。只是他没有想到一点，梧州人民对他的尊敬并不仅仅是因为林老相爷，也是因为小范大人自己的名声。梧州人很为这位姑爷感到骄傲。当马车回到林宅那个大的恐怖的庄园后，范闲快马走到后堂，那位正用手把玩着翠绿鼻烟壶过来的老人，第一句话就是：做大事者就需要脸厚心黑。范闲默然，自己觅了个椅子坐下，轻声反驳道：这和那些事没关系。这位把玩鼻烟壶的老人自然就是归乡养老的这个相爷林若甫。一年的时间，这位当初庆国首屈一指的大人物便已经变成了一位乡间的善翁，头发只是和软的梳流着，身上穿着件很舒服的单衣，脚上蹬着双没有后跟的伴侣。只是林若甫那深陷的眼窝里边却带着一丝疲惫与无趣，或许是脱离了朝廷的勾心斗角，这般淡然的修养反而让他的精神气魄不如当年。林若甫听着范闲下意识的反驳，忍不住微笑批评道：哼哼哼，莫非你以为这真的只是小儿女间的一件事情？范闲沉默少许后说道：我不以为本质上有什么太大区别。林若甫一直不停抚摸鼻烟壶的手停了下来，望着他说道：是吗？可是这件事情发展起来就不仅仅是这么简单了。如果那个女子没有北齐圣女的身份，没有与北齐皇室之间的关系，小儿女情事，你以为老夫会允许你成婚不足两年便又想这些花花心思呀？陛下会默许你？范闲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娶了海棠会为自己以及自己身后的那些人带来一些好处，没有人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尤其是以林若甫的立场来说，断没有为自己女婿讨小老婆出谋划策的道理。老丈人呐，范闲苦笑着说道，让我去抖狠的是你，这时候批评我的又是你，我可怎么做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由言道之播讲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余年》。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欢迎点赞、转采和打赏。本集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收听。